没有手围盘怎么办呢？在上一支影片有分享手围的量法。知道手围后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手围盘来设计自己的水晶手链。手围盘有好几个尺寸，像我手围15公分，以手围盘设计后戴起来就像这样，并不会太紧，而是舒服的松度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用皮尺再量量看，会发现手围盘标15公分，实际外围大约是 15.5 公分。如果你没有手围盘，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哦。以手围15公分为例，拿一张厚纸在 15.5 公分处做记号，并固定成一个圆，记得多留一小段长度才好固定哦。像这样做起来和手围盘一样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手围盘上以自己喜爱的方式排列水晶珠子了。有些手链如果没戴了，也可以先收在盒子里，之后可以再重新设计成不同款式。如果是自己制作手围盘，只要在下面垫一块较有摩擦力的布即可，像指滑布、毛巾布、绒布等，只要珠子在布上不会滚走就可以了。另外可以搭配一些配件，像套珠圈、吊饰、隔珠、花托等，可以让你的手链更闪亮迷人哦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请帮我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。